你的还没有。有了。好，我记得那里有时钟，1:35，休息了很久。一小时而已呢。我记得刚刚是25呢。那就是一小时多一点啊。走过去。是啊，当然是走过去。SD 卡的 error 什么鬼啊？站这里。而且刚刚忘记叫你帮我喷雾了，我现在左上角又开始雾。SD 卡的 error。刚刚那之前有录吗？有啊，但是现在是怎样？又好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对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现在没事，正在录。又开始下大雪了。好了，走吧。蓝天又没了。想要看蓝天。那就一直花这一个缆车的这个就好了。这个缆车就容易掉下来。就是这条上直接滑下，这条上这个滑下。一直都重复啊。对啊。然后去看看别的地方。也没别的地方了，我们今天都看完了。然后又不会去花园。怎样？我们现在都左边这边嘛。我们坐这个缆车的话，就是一直滑 free course， 绿线接回来。然后这个叫什么 ？Alpine course， 一直滑这个，一直滑这个。到左边一半的眼睛都看不到。嗯，那先来弄吧。但是这边在下雪，等一下，等待到下一次下雪。不行，这样。算了啦。不能算啦，我知道，那它一定越来越大，不行。但是我很难拆掉，你不会让我拆掉吗？不要拆掉。刮下来这样给你弄，对对对，超严重的，其实还跟头发。啊，是我这个拉的有点高的关系。你把它拉开就好了。嗯、但是一样会起雾，还有就是上面不能进那个，还有左右不能进眼镜、嗯。最重要是左右不能进眼镜、嗯。这边都要有。我是说，那你要先帮我涂一下吗？要把这个拿出来。在哪里？在背包里啊。还是我伸手进去？它卷起来了。那这个扣你是解得开哈、啊？好啊。先把这放回去。好，下个问题是这个是喷，一按会喷，所以你眼镜必须拿下来。还是你觉得拉远远的可以？好，不大行了。线拔掉再插，这里面全湿的怎么办？对啊，那个眼镜布先卫生纸，先卫生，不能用眼镜布，要先卫生纸擦干。你有卫生纸吗？纸巾吗？
最好是纸巾类的，不要卫生纸。眼镜布嘞，不是眼镜布要蒙蒙的吗？先，你要不要进口袋？万一再用。左上方吗？就现在左边都雾了、啊。眼镜布嘞，我一直在问你眼镜布有吗？就。什么东西？刚塑胶袋里啊。因为我们东西拿多了就麻烦嘛，先放起来，交换这样。来，交换，然后直接放进去好了，不要再装了。怎样？雪很大，我现在一小段时间我没有顾你的脚，就有东西飞进去。好，没关系，就不理他。总之把它关起来吧。再放进去。啊，你要扣起来了。在玩我吗？我没有在玩你啊。我可以随便放口袋就好。好啊，你放着，你放着。对啊，一直开几次。然后现在嘞。不能朝上，一朝上雪进去，你带了就糟糕。所以你要自己想办法套好。欸、等一下要出力吗？你扶后面，不然我怕一拉团走。马上要拉开。有点臭、欸，糟糕了。后面还没扣起来。扣起来。好烦哦！好了吗？还有。你现在雾不雾？没关系，其他就不要管了。没有你知道什么？你知道网装一堆血。哦，那就算了。因为我的身体是暖的、啊，等到外套也被吹冷了之后就没事了。像海雾吗？现在还。赶快、哦。我的这个要跟这个，但是就是不能。不要再拉上去了。我没有、啊。先冷一下，先冷一下，等到冷太觉得太冷再把它拉回去。那可以穿了吧？我靠！连脚都穿不上去。
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你这样没办法穿，你要左脚站稳了才可以。没有，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看得很清楚，我的上面有一些些雾，但是不在我的，是我要去瞪，我盯着它才会看到。我的，我问你，我看一下，到底是我面前都是水还是什么？你前面有雪花跟水啊？对啊，就很。你不用用手吧，用手套就好了吧？手套的反面。我套的反面差不多。好一点。我在想说，嗯，怎么多开了？后来发现，嗯，不是，那个是那个缆车，是我们那个吗？对。そのでどれもしかさい。这个雪场很沉默，我是说都没有放音乐。没放才好啊。是啊。不然我会被。もうちょっ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。会被剪掉。ユーチューブを送りに上さんだ。うんうんうん。運転を再開します。
八字也是下来了，喂，顶过来了。大概是 大腿一部分。我去那边吃，好冷哦！天哪，好远！你昨天女生那里没有人洗澡吗？没有，一个就坐在那边，坐在已经洗完的那个镜子前滑手机。就奇怪，外面鞋子也没那么多啊。我那里好像有两个。有吗？对啊。对，但你还是没有戴口罩。嗯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是没人，但是等我洗完要进去泡的时候，也没看起来没人，但是后来的后面传出一个，好像从外面走进来的声音，就是事先在泡的人。你在泡的时候，他们是？不是，我说外面是说那个。这好像有露天。哦，哎，你没去露天吗？我没有去过。啊，太热了、啊。什么叫？泡的热乎乎就准备去露天了、啊。我没有要出去。啊，外面换气比较好，应该要在外面啊。嗯。室内你没有泡得很热吗？热，觉得很热了之后，我就可以回来了。是啊，我就很觉得很热，就很耐得住那个，就可以出去了。之前那个哪里？鸡眼。嗯。鸡眼吗？你教我，先去烤一烤，烤热了再出去。那热真的是要死。鸡眼那时候那次，超冷，过年才热的时候爆，出去要死掉了。所以我都泡得很热，然后走出去都很热气，走下去。嗯。来，你转过来一下。你的是有是没关系，下的时候要弄。那你先帮我弄吧。啊？那你现在要怎么样？如何？我看，而且马上会粘上去，因为都已经湿了。嗯，因为它有个温度在啊。应该说温度的关系嘛。然后手上都是水的。嗯。我这样会冷。那你之所以会冷，就表示你的衣服没有把热挤锁在里面，热出来，然后让外面的冰化掉，外面的雪化掉，然后你会觉得冷，雪会觉得热，隔绝效率没有很好。真的坐好久哦，对啊，坐的都很冷的，不划算。即使是说是要坐滑这个，但是感觉趟数也都没几次哎，真是。
你不觉得雪道上也好像没什么人？都跑去哪了？吃饭？没有，吃的比我们还久。餐厅也没那么多人。是那家上厕所？King 什么东西？那里也挤不下那么多人啊。又来到了这个最冷的地方。就我是主体，身体的主体不会冷，主体都会冷。他还是说体主的，都不冷。再拉起来。我已经放下脚了。放底了，我每次都。感觉又只能滑两次或三次了。你要上去吗？上去的那个缆车比较快吧，而且就滑绿绿的，舒服舒服的滑下来一下。还好啊，你刚刚说你直接滑，有脚踝啊，昨天也是啊，不是脚踝啊，脚跟被夹得很紧。脚跟都松了啊？怎么会那么松呢？操控就转弯啊，没有直板，它可以左拐右拐啊，然后也可以横板刮。反正中间就会路过啊，想办法不要推，这样保留速度。冲上缆车站很难，能冲就冲哦。
不然的话咧，不然就怕没了，又要推。干净的，对啊，刚刚走完的，也有点脏啊，过来一点。好了吗？哦，这个就好，这个也舒服。我们还是好，我们就还盖这个好了。这个有盖子啊。那这个才舒服，太冷了。大呼气，口罩都湿了。这个是要贡多拉才滑得下来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是这个坡是要贡多拉。你说右边这个？嗯，这个我们拉上去以后，往右边推一些些就可以滑这条了。是，要不要滑？我觉得我不太行，我觉得我滑得很丑，我还没有恢复。其实你有恢复啊。只是那个斜度的问题，斜度比较不行的时候会跑掉。我也是啊，我在比较斜的地方就开始不大对。我该就是这样铿锵的下来，噔噔噔噔，锵当吗？还是什么？狼？狼锵哦，狼锵哦。不知道呢。是铿锵，铿锵有力，好不好？对，就是铿锵有力。我很烂，加油不振，中文也很烂。好舒服啊，小麦子真舒服。那你们好像很有冲雪的勇气。对我来讲，松雪的问题是我很怕两脚岔开。你说脚会劈开、会受伤还是什么的？没有，两脚岔开的话就那个。因为我觉得我额头在发烫。你的上面的地方有积雪，就是雪镜跟帽子中间。但是为什么很热？推太远会吗？你推一次看看。我们上昨天去花园就是推那一段路啊，而且是推更远，因为要推去那个什么羊蹄上社。那其实推到一半也可以下，推到一半可以下，就是右边这条。叫，所以不会是群主。
不是，我这边叫好像是噔噔。太阳要出来了吗？现在就误以为不冷。低了，两点多就那么低了。不过虽然我夸奖志贺，搞不好志贺现在去山顶的缆车根本就没开。为什么？他只开了一半吧。不知道今天如何。右边竟然有前进的速度感，有这么好吗？还有他们在挥啊，那是用手力去换的吗？那就左边先热身一次吧。下去啊，就是一路顺顺滑就会到 center 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要爬这个轮岛上，现在就起不了。对啊，现在有一点累，一点点。而且我的脚跟一直就是有那个被夹的感觉。我不是停下来啊，是他往上翘啦。没有啊，往下滑。我觉得你要跟着那个人走。我只是在休息而已啊。山顶。这边也不是很高啊，
自己这边自己也不是很高啊。哇、哦，我的脚跟痛哎、欸。我的好像还是很近，嗯，很顺，我觉得。然后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上你的心脏，因为我超慢。小玉豆豆，加油！活动一下，不然一直觉得哎哎叫。嘿嘿嘿，好走。到了。可能要加速一下啊。要。对啊，舒服啊。
头往前啊。夹扁，哎，看一下，还是没有塞，没有塞，山在偏你的左后方那边哦。回头什么都没看到，左后方。在靠山坡这一边左后方，就是跟太阳差不多夹45度的地方。但是它的重心有对，也不是对，重心比我们对。看起来很可怕。就是上半身前倾，然后就是脚，脚一直有办法阻。几乎是没有刹车的下来，因为它的那个道很窄，就很微微。他想刹，他可以刹。他只是他用那个速度，他不觉得有问题。但是我们的话会就会觉得那个速度应该是飞出去吧，实际上是速度感不一样的关系，对啊。要维持一样啊，这既然他们出名的会盯，那 不可能说过了一个学期就放松吧。因为他好像有在广播什么，但是听不到，是吗？还是错觉？好像有，但是这个隔音也太好了吧。嗯。听不到，真的听不到。感觉像冲浪吧，你在浪上也是抖啊抖。
摔倒的那一种。啊，对啊，山顶的就是这种，不是我很容易摔倒，是我没有抓好它。是你右脚放软，对啊，左脚放软。你说完整滑一趟吗？啊？推推吗？推推往右，接那个红线回去，但是红线的下面是黑线。算了，我今天走快乐路线可以吗？对啊，就一直滑那个。这脚跟也不大行。要是黑线是老大。啊？要是黑线是老大。你说什么？老大，老大体力好。阳光好。对呀、啊。我看一下你的体能。但是我嘞。OK 的。你的头顶都是。就不管。啊，对啊，温度达到一个均衡。走了。换你前面，啊？换你在前面了。对哦。我跟着路啊。对啊。你啊？
什么坏掉？没有吧？刚有人，哎、欸，门呢、啊？有一个人过不去而已、啊。都可以啊。三点半啊。中间的门有问题，他要把它插起来。他要看中间的门有問題。哇，我看到了！我看到了！好多！啊，年明けよろしくね。没有，没坏。舒服之余，就偶尔稍微练自己不擅长的那一边，这样也可以。嗯，这个小孩在干嘛？他似乎走了一条难走的路。对，但他还是很气。这应该不是吧？这顶多红色吧？还是这个被他们列成黑色？是活度太大。但是有整过的感觉不错啊。这个我觉得顶多像星野的那种练习红而已。哎 ，Champion 算黑吗？这个差不多跟圈粉差不多，但是这个有压过，对我们来讲应该 OK 的。今年的秋天很鞋子很差，因为没办法、啊，太湿太热。你头上的雪不要拨一拨吗？没关系啦。
欸，看到山顶了。嗯，哦，哦，我觉得。嗯，因为它有斜斜的一坨云。很远呢，山顶很远。没有真正的山顶，我们没办法滑到真正的山顶。那车能拉上去、就是？就是全部的缆车就是到差不多那个地方的高度。但是不是到真正的山顶？哎、欸，有啊，那里有橘色的柱子啊。就那一边啊，没了。差一点点。没有，差很多，好不好？爬爬看就知道，差很多。我看这样八方，我们吃荞麦面都算山顶了吧？嗯，我们是荞麦面的地方是有缆车的山顶，但是其他人还在往上爬，哦、不是吗？这也不是真的。对啊，有更高的地方啊。要带 beacon 的那个，这里有是没有在带 beacon。应该说，他们那边是那个叫什么什么 country？ Backcountry。Backcountry 是自己爬自己滑，然后坐缆车上去再自己爬一小段再滑，好像叫 Side Country 还是什么的，有个名词我搞不清楚。那也有坐缆车接着跑去滑其他地方，那二世谷是坐缆车接着这中间树林只要不是禁止区你都可以滑。对啊，也不是都可以滑啦，就是 get 好像不知道要签什么，还是要阅读什么注意事项，搞不清楚。嗯、跳一下之后翻个滚。谁？我没看到。左边，在树那附近。他滚了一下，现在正在翻转。哦，真的。哎呀、啊，这种树很痛。嗯。这些人都在滚。他在挖什么？吹起地上的还是怎样？不是下的，不是下的。你看上面，还是这是下的？这是下的吧？一直持续。对啊。后面，然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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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，
被我吸光了。没有，我是稍微拉一拉。啊？你要拍就拍啊。那边也可以啊。有了。有一点哦。脚自己太酸，然后脑袋就不想踩它了。嗯，好、啊、的。要不要？啊，我这后跟你。其实累嘞。啊，你想休息？去巧克力那一边休息。昨天的热巧克力。对啊，是啊，记得用剩下的速度冲去那啊。好。我先了、啊。来了来了。
啊？哎，在那里啊。对啊，但是他就猛，哎，头往前往前啊，但是还是往后往后，你不要弄到篝火，往后往后。你的合得很好，好了，嗯，关了吗？不是啊，我只是在想说，我以为你就要收工了，有一点想。那这样干嘛休息？你也可以收工吗？你要收就收啊。嗯，看你啊。好。我看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现在叫你几。反正先休息，反正我是脚跟，脚跟的那个。现在两点吧，不是现在两点五。哦，那我才觉得那干嘛干嘛叫我？因为我脚踝想要松一下，对，脚跟想要松一下。这本来就靠好的，我就想要嘛，想要舒缓一下。哎，你有关吗？没关，关吧。没有。